在在哦，错在啦！哦，大部分拢错，大部分拢餐厅办的啦，出租的哦。你看，这个就是整只石斑，又落水咬了什么鱼？哦，黄毛鬼，这个铁板。错了，我昂怕爬嘞。这种鱼真的没有刺，真的好吃，完全没有腥味。这一只最大只，这一只一斤半。YouTuber 黄小四经常分享生态钓鱼等相关影片。这次他与朋友来到南投日月潭，打算移除当地的外来种鱼类。只见众人以活虾当饵料，接连钓起红魔鬼与珍珠石斑，最终收获满满一箱，直接进厨房料理啦。哦，只是我们认为台湾只有一个，我们做对的事情而已。我们能做只是冰山一角而已，多给鼓励，少给批评，不然你们来嘛。好，希望大家就是能做就做。其实原生种的我们也会抓哈，抓大放小去经营。我拍影片只是记录我们团队的生活点滴而已。那如果不喜欢我们，就通知我们。那拜托拜托你们不要把我设定为移除外来种的频道。种鱼种鱼，三大哥种鱼了哦，感觉很好玩哦。粗粗的哦，你看，这个就是整只石斑，哦，这是外来种的，它超好吃的鱼，我们会拍摄料理，你看它嘴巴多大，哦，用活虾钓就可以了哈，用活虾钓可以了，又落水咬了什么鱼？哦，黄魔鬼，黄魔鬼，啊，好吃的鱼，小只的，啊，一煮的大小只的一煮吧，哦，昂怕怕，很重鱼哦，哦哇，厉害厉害！准了准了，你晒耳朵了啦！啊，高手高手 ，OK。哦，满弓，哇，错错的啦！哦，大部分拢错，大部分拢餐厅办的啦。没办啊，落水了落水了，哎，鲁贝中了，鲁贝中了，鲁贝也中了，就是这么好钓，大家钓到很爽，哎，去去去！哎，参加班的，参加班的。哦，送送送，哇！哎，这个铁板，哦，还不错啊。哦，我昂怕爬嘞，不错，移除。我们真的要正选船长，我负责拍摄，他把我钓竿搞去了，我连钓都没办法钓，还准钓比人乖点，我钓没钓你啊看。我错错哦哦哦啊！给我给我！哈哈啊！我在做假呢，啥物事了？好了，虾哥，厉害！哦哦哦哦，鱼竿这种姿势，哦，顶钩啊！哦，我在顶钩啊！哦，我在钩顶吼，鲁贝要中鱼了！有有有有有！哦，超超超！哎，可以可以可以哦！哦，这种虾竿的哦，最硬的虾竿在钓，我的虾竿都没得钓！哦啊！嘉哥，麻烦一下，我不去了。我们就是团队的精神，互相帮忙。我们没有个人英雄主义的。哦，错错哦，对，不对？漂亮，漂亮，漂亮。哦，绿的去接，绿的去接。漂亮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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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漂亮。饵料都会跟大家分享哦。我们就是用活虾啊，不要再问了。影片看清楚就好了，我的影片内容都会说明，好不好？准备，其他请会靠前后啊。运气真好，没有，其实鱼太多了，鱼太多了啦！哇，今天最小尾，今天最小尾的珍珠石斑，鲁贝要撞鱼了，爸爸，帅哥一枚，帅，哎，红魔鬼一只，哎，那我这里红的呢，哎，刚才钓红的呢。鲁贝今天是怎样？弄就粗粗的嘞。哎。简单配料就好了哈，新鲜就是简单煮就可以了。马上姜丝。要做点汤汁哦，啊，汤汁就精华，咸度就看个人，然后再加上点基本提鲜，五
现在下米酒，蒸15分钟。那我蒸15分钟哈，看鱼的大小，这鱼比较好，要蒸久一点。鱼蒸好了，现在淋热油，加辣油。我看那油哦，起也有滚差不多了。冲着香料给它爆出来。蒸鱼的时候，油温一定要热，有的时候才能把鱼放下去。啊，等一下我下去捡就可以了。蒸鱼的时候给它洗个翻面，鱼哦先差不多烫熟的时候再来翻面，还不错。鱼腿啊。把酱汁煮出来哈，好，淋上去。这样就是算是红烧的了，撒一点葱花啊，再简单酱香鱼啊，酱香鱼。现在个料理好了，我们今天就简单一个煎的，一个蒸的。哦，上次有一个烤的，可以看之前的影片，好不好？这种鱼真的没有刺，真的好吃。哦，真的好吃，加点那个酱油，酱香味，沾点那个酱，完全没有腥味。日月潭的鱼还有腥味，没鱼要加。有人说淡水鱼多少都有腥味，其实说真的，我吃过那么多淡水鱼，日月潭的最赞。因为日月潭是台湾最高湖泊，而且加上是日月潭它有发电，它有用水发电，所以它有长退潮，所以日月潭的水质是很干净的。吃这鸭心呢，必定。你吃迄用心态，比如买一寡大量养殖的，那钱做伙种诶，饲饲料诶吼，好多侪啊，戆戆，佮干煎佫一个干煎，迄种香香的味，香气，迄种酱油香、蒜香吼，这一只最大只，这一只一斤半。诶、欸，这个真正钓钓诶，正港钓钓诶。干煎的肉质就比较扎实，蒸的肉质就绵密，但是还是有弹性。一辈子都要吃一次啦，很多东西吼，你们没有吃过，你都要试试看。然后要吃自己钓，不瞒你们说，还有这一集我，机器掉在水里面了，机器掉在水里面了，机器掉在水里面了。完了 ，barbecue 了。好，开始讲。机器掉在水里面，还请人家用那个氧气瓶去打捞，花了8000块。机器里面有七部影片，是我这2个多月来的精选。含着眼泪，